像贝达一样黑眼圈遮成这样，好像已经蛮不错了。这个紫色让人蛮惊艳的，弧度真的是做的超厉害，完全贴合我的眼型。哇，原来我会喜欢这样子的香味，一边大叔一边小叔，那个深色其实非常的难控制。还有 Juna， 今天又采购了一箱新品，来看看能不能挖掘到更多的好物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第一样，就是法国Eau d'Arc香水新推出了五款香味。我真是上次分享才知道，有很多人都用过他们家的香水，而且给的都是好评。难怪它会是法国女孩的第一支香水首选品牌。那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，都是比较经典热卖款的香味啊，例如说白茶啊、南法薰衣草或是麝香玫瑰这些比较属于大众都会喜欢的香味。但这次的新品，我觉得是属于香味比较特色的类型，也都是很有层次感的香调，所以喜欢香水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做一下笔记喽。第一款绝对挚爱，它是花果香调，前调啊就是像初恋那样子酸酸甜甜的莓果香，但是后面会慢慢转变成温柔的玫瑰跟白麝香的花香。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种从青涩少女慢慢转变成优雅大人的感觉。瓶身设计还是这种满满的粉色爱心，非常的有少女系。最特别的就是它里面还有加入这种金色细细的亮粉，配上瓶身就是一个很梦幻的搭配，完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约会的款式。下一个花样之舞同样也是花果香调，但它的前调啊是非常特别的杨桃香。我原本觉得杨桃香做成香水应该是很奇怪的吧，可是实际闻了之后啊，它是非常清爽的味道。它的杨桃香啊就是只有淡淡的果香味，一点都不会突兀的那一种，再加上它的中调是莲花的清雅香气，就很像是那种穿着长裙的温柔大姐姐啊，或是充满书香气质的漂亮老师身上会散发出来的味道，给人留下一种典雅又温和的印象。这种没有侵略性的香味啊，我觉得是很适合职场的哦。下一款柠檬马鞭草，它是一款中性香调，我觉得柠檬当作香水还蛮少见的，一喷下去就是充满活力的柠檬香味。那中调的马鞭草呢，会带有一点点的甜味，最后再带入更沉稳的岩兰草香，整体会给人一种干净清新的印象。我觉得它就是那种第一次闻啊会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后面会越闻越了解它的魅力的那种香味，还蛮特别的。有喜欢柠檬香味的朋友啊，可以试试看这一款。下一款热带岛屿，它是属于花香调，那鸡蛋花跟香草的味道呢，闻起来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但是它的温暖之中呢，还带有一种柑橘的清甜香，它就给人一种好像躺在热带小岛的沙滩上面啊，喝着冰凉橘子汽水的惬意感，是那种温暖又热情没有距离感的香味。而且这款里面也是有细细亮粉，配上这个包装真的是超适合度假放松的一款。下一款大溪地鸡蛋花同样是带有鸡蛋花的香味，但是跟刚的热带岛屿啊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味道，因为它的温暖之中啊搭配的是水蜜桃的清甜，还有典雅的茉莉花香，给人的印象会更轻盈也更干净。如果说刚刚的热带岛屿是炎炎盛夏的话，那大溪地鸡蛋花会更像是夏天的尾巴，就是温暖之中又有一种快要进入秋天的平静感，这让人可以感觉到安稳舒服的一个香味哦。我觉得这次出的香味都非常有特色，跟我自己平常惯用的香调很不一样。其实我一开始在康氏美试闻的时候啊，有几个味道我还不是很理解，但是回家细细的品味之后呢，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特别之处跟魅力。我觉得这就是香水很好玩的地方吧，喜欢的香味啊可能会随着年龄的不同改变嘛，或是你不同的穿搭或是不同的场合都有各自适合的香调，甚至有时候你第一次闻跟第二次闻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，在尝试一些新的味道的时候，还会有一种哇原来我会喜欢这样子的香味的这种很惊喜的感觉。那像法国的大的香水啊，就多达20几种的香味，价位也是非常的平价亲民，让小资族啊、学生族的朋友们也可以轻松入手高品质的香水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康士美的时候可以去试闻一下，寻找自己的命定香味咯。好，那么就来进入到彩妆的部分啦。第一样，我们先来看到 Solon 最新的刷具组，法式轻培刷具蜜桃奶昔系列，然后他们是在康士美限定贩售的。这次的刷具真的好可爱哦，然后刷毛也是非常的好摸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刷型推出了一些以前比较没有看过的，例如说像这个圆头的晕染刷，或是刀锋刷，还有这个斜角的腮红刷，大的蜜粉刷的刷毛摸起来非常的舒服，然后还有出一支小蜜粉刷嘛，它是有一点点
扁圆形的这个刷型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耶。那等一下我们都是用这一组来做上妆。那今天的遮瑕我准备了两样，一个是 Integra 最新的这个双色的遮瑕，但是我一看到它的配色有橘色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妙，所以我又再另外准备了一个 Kate 的这个小圆罐的遮瑕膏。 Kate 的这个我确定它不是近期的新品，但是 Integra 这个就很奇怪，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它，可是我在 Integra 的 IG 啊或者是上网爬文几乎都找不太到关于它的资讯，所以我真的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最新的呢，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。反正呢我之前是没有看过它，但它的这个颜色配色我自己觉得不是很理想耶，因为它的肤色还蛮黄的，你看像我如果用的话就整个太深，可是它也只有一个色号，摸起来是蛮水润的，虽然不到很湿很湿的那一种，但是感觉有一定的滋润度。那我就先来用这颗橘色。老实说每次用日系的遮瑕都不会抱很大的一个期待，通常日系遮瑕的遮瑕力都真的不怎么样。还蛮难得的耶，居然橘色可以把我的黑眼圈修饰这么好。我黑眼圈今天也是真的超级重的，怎么可以这么黑，好像被打一样。那我们就再来叠个肤色，它的表现算是还不错的，当然是没有遮到很完美啦，但是至少也有修饰六成耶。看一下这个颜色有没有办法遮我的泪沟啊，这个是 Solon 的这支遮瑕刷，尖尖的，看一下泪沟，这种像被打一样黑眼圈遮成这样好像已经蛮不错了齁。我觉得主要是它里面没有浅色，所以泪沟的提亮上面没办法做到很好，如果这里再亮一点的话其实就蛮好，毕竟它是日系的啊，本来妆感就会比较清透一点。那另一边我们来试一下 Kate 的这个圆罐，它的包装里面其实原本是有附一个这个小刷子的，看起来是很贴心啦，感觉很快就会被我用丢了，跟刚刚那个 Integra 比起来摸起来是巨干的那一种，但它用起来遮瑕度看起来蛮高的耶。先来用这个自然色一下看看，遮瑕度果然是比刚刚那个 Integra高蛮多的，有没有？这个一定不能直接用刷子沾，一定是要用指腹先去软化它才沾得起来，不然会很干哦。它真的摸起来是很硬很硬的那一种。一样是拿这支尖头的遮瑕刷在泪沟的位置，它近看其实也是遮得很好，虽然是确实有一点点烧干，但是也没有到干到不能接受的程度。但如果你硬要比的话啦，这个 Integra 这边的保湿度还是更好一点的。 Kate 的这个质地啊应该超级适合油肌遮这些痘痘，因为它的扒附性很好，像我这边这些痘疤我遮一下，你看它整个就遮得很好，然后又很扒皮肤的那一种，比起遮眼周它会更适合遮斑斑点点痘疤。我试着用它里面这个棉棒看看，真的很干，它这个棉棒会让膏体变得更干，还是用手好一点，但这边就遮不太足，都被这个棉棒吸走。大家用的这个是 Vise 的水粉饼，我是听它叫水粉饼，好像是很适合秋冬。它里面的盖子我觉得有点不贴心，它是做这样子要拿起来的，其实它如果可以做成翻盖的我觉得会更好，因为这样子就是要到处放。那这个盖子底下有一个棉片一样的东西，我不太确定这个是要做什么的，是要防止它粘黏吗还是怎么样。其他的底妆产品有没有看过有做这个东西的，我本来以为它会是像 Integra 以前那样就有点 QQ 的感觉，不是耶，它是偏膏状的，其实这样真的感觉很水感，有一点点像那种爆水粉饼的概念。这个粉扑也是像气垫粉扑的那种，有点 QQ 的，直接这样子沾是可以的吗？我知道它有点这样子转的时候它就沾的比较多，直接这样子转，可是好像又太多了，我要去哪里把它抹掉啊，我在手上好了。我觉得它妆感上起来真的还不错，这边是没上，这边是油上，它整体的那个修饰肤色的效果也很好。虽然它还是日系的彩妆，所以它整体的遮瑕度啊，这些血管其实真的也没有遮得很好，但是就让皮肤看起来是很自然透亮的那一种妆感。看一下毛孔的修饰，整体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耶。其实我以前是很少买 VC 的产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不太会特别去逛这一柜。之前用过一些，好像也觉得就是哦普通这样，但是这个用起来真的蛮让人惊艳的。它虽然叫做水粉饼，但它不会太湿，你看它的那个光泽感是这样子一点点微微的，不会感觉整脸很油，不过摸起来还是有一点点会沾啦，还是要稍微的定妆。看整脸上的效果我觉得真的不错耶。下一个定妆我们就用 Kate 的这个蜜粉饼，它这次蛮可爱，是做这样子双色的，一边透明一边肤色，
那我刷在手上看一下，这个是透明，这个是肤色，其实这样看好像没有很大的差异，不过我有发现它们里面是有很细微的珠光感，我觉得很难形容欸，我直接上脸看看好了。我感觉有点害怕，因为这种珠光其实是会显纹理的，就是蜜粉笔里面有珠光就感觉不太妙。先定一小块看看吧，我觉得它粉感蛮重的哦，它的粉质没有到很细，一上去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偏粗糙的那种，然后增加了一层粉感。看看这个肤色会不会好一点，然后一样是定在这个位置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粉一上去啊，不但没有修饰到毛孔，还让这边看起来更粗糙，然后如果再上多一点啊，就会看起来很厚粉。而且我已经是用刷具这样子少量的沾来上了，如果是用这种粉扑的话可能会看起来更厚重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干肌吧，所以不太适合这样子用。还是它其实是粉饼啊，应该不是吧，我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用错了。对啊，它是皓月美肌蜜粉饼，那我觉得它这样子的表现可能不是很好，刚刚我用透明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显纹理了，可是现在肤色用上去啊，一对比就突然觉得透明的好像还好了，还可以接受，肤色这边就真的是很粗糙，然后显得毛孔比较大。本来我觉得它这样子做双色的好像很方便，可是我后来又发现如果我想要用这种大刷子沾啊，就会不好沾，因为你只能沾一半，不然就是可能要两个混刷。我轻薄的定一下其他地方哦，这个大刷子真的很舒服，而且也很快，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就定完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再来眉毛，我们来用 CanMake 的这一个眉蜡跟眉粉二合一。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先用这个眉蜡？其实我之前没什么接触过眉蜡，好像就是会让那个颜色更持久的一个步骤。眉蜡先做个底色，然后再用这个眉粉把它叠上去，就可以更持久，把它黏住的那一种概念。我觉得这颜色我可能挑的有点太淡了，它会让我的这个眉毛这里看起来缺一角，因为它不够黑，填不住，尽量把它补好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它没有说不好用，然后画起来效果也不差，只是现在很多的眉粉眉毛的产品好像持色度都做得不错，好像也没有一定要用到这种眉蜡，当然习惯用我觉得还是可以啦。好，眉毛完成的效果是这样子。下一个我们先来修容好了，这个是哦呦塞上的修容盘，我觉得它里面附的这个刷子很可爱耶，它是一头海绵然后一头刷子的，刷毛也是真的不错的耶，不会刺。我本来以为这两个颜色是纯雾面色，其实它们也是带有一点点的珠光感，日系真的好喜欢做珠光感哦，连这个阴影色都要做成珠光感。那我先来修个鼻影看看，虽然在手上刷是有珠光啊，但是轻薄的上去之后其实不太明显，随便扫个几下而已，整体修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日系的修容我觉得通常都不太会出错，因为也是照亚洲肤色去调色的，又是走自然路线，所以其实还蛮适合新手尝试的。然后这个白色我通常会修鼻背这个位置啊，可是它有珠光，不太确定可不可以用在这里。我觉得不太行，因为它那个珠光会让你这一块看起来像在喷光，这样应该看得蛮清楚的。这边就卡了一坨亮粉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鼻背啊，或是泪沟的提亮，不然你脸上会有一堆的亮粉。它就只能作为一个珠光打亮的用途，就是打在这种鼻头啊、三根这种位置，甚至可以用来打亮这种脸颊，增加一点点的立体感，但它就不能用在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。白色用途没有这么多的话，就没必要做这么大格啦，其实一半一半就好了。那另外一个这个刷头是要做什么？是不是要做眼影的底色啊？我们可以直接沾这个阴影啊，修饰眼窝之类的，没有让这里看起来更深邃，眼皮看起来不会那么肿泡，而且它这个大小还蛮符合这个眼窝的形状，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贴心，这一盘我觉得是可以的。腮红跟眼影我买了 Daisy Dore 这个日系的品牌，我是第一次买，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为它是泰国的品牌，就好像泰国有一个叫做什么 KT Dore 也是什么什么 Dore， 所以我就一直把他们两个搞混，然后后来才发现这好像不是那一个，它是一个日系的品牌，想说也没有用过就来试试看。日系的眼影通常都是走这种每一格都有微微珠光的类型，像这个也是每一格都有细细的珠光感，每个颜色都很清淡。如果是这样全部都珠光，我就不会照我平常的画法，我可能会先用这个中间色来做底色，因为如果我们直接用那个最白的珠光色来做底的话，会很容易看起来眼睛很泡。再来就用这颗深色加深一下眼尾的三分之一处，
它其实连这种最深色啊晕开都是浅浅清清淡淡的，但不至于会没有颜色啦，还是有一定的显色力。然后用这颗亮粉色，它的亮粉也是带有那种透明感，没有底色的那一种。那这颗白色的珠光呢，我会把它画在卧蚕，这样子就可以有那种自然打卧蚕的效果。我们试试看这颗深色可不可以画眼线。哦，这个刀锋刷不错哦，画这个眼线的位置蛮好控制的，而且它的毛不会刺刺的，刺色颜色就是超简单，只要照着深浅去放就可以完成的那一种，算是实用路线。但另外这支眼影棒呢，我就给它有点担心了，这样子画下去就有两个颜色，可是这个深色也太深了吧，感觉画下去就一定会翻车啊。我知道很多新手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很方便，可是真的不是每个人的眼型都适合这样子。其实说真的，你要对准那个很难的，一不小心那个深色就会画太大范围，而且我感觉到我的眼皮是疯狂的一直被拉扯到。确定这样子不会很像被打吗？我觉得超难看的，就是黑黑的一坨，它那个深色其实非常难控制它的范围，不好看啊。这边卸掉换成跟这边一样的眼妆，看起来就正常多了。那这两个呢，眼影盘我觉得是没有非常让人惊艳，但是也是表现的中规中矩。如果就是喜欢这种配色简单用起来不会太复杂，而且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类型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看看。眼影棒呢，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尝鲜看看的话，也是可以买来玩玩看，但是我觉得结果可能不会让你太满意。另外我还买了一颗他们家的腮红，我打开的时候真的是被大吓到，因为它里面的亮粉真的是超多，看起来就像一颗巨大眼影的那一种。因为我是在康智美的网购买的啦，它的图片真的看不出来是这种超多亮粉的类型。里面附的刷子它比较厚实一点，我怕上出来会太显色，我就一样用手用里面这支试试看。哇，它的显色度是很高的，它其实上在脸上的亮粉是还好的，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夸张，可能因为薄薄的一层上吧。它的粉质啊是意外的融入皮肤的，它没有什么去增加我底妆的粉感，它应该算是我今天用他们家三个产品里面觉得表现比较好的一个。睫毛膏我们今天有两支，一支是 Maybelline 最新的睫毛底膏，一支是 Kate 最新的一个双梳睫毛膏。 Maybelline 这支睫毛底膏就长得跟它 Sky High 的这支睫毛膏是一样的，只是换了外壳颜色，它头是长这样子的，是有一点点的黑色，但是透明透明的这一种。蛮多人在问我这一款，其实我也蛮好奇的，好像帮你把你的睫毛增粗一点点，但是又不是睫毛膏，有点难形容。如果你们有用过 CanMake 或者是 Kate 的睫毛底膏的话，就是那一种感觉，可是它的效果又再比那两款日系的更浓密，更有存在感。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变态，因为我刚刚刷了一下，它就已经变得这么长了，根本就直接可以当睫毛膏用啦。而且它在刷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会结块，因为它是那种有点水水的质地，而且你看它前端做成这样细细的啊，下睫毛的部分就会很好刷到，整个纤长的效果很好，感觉刷头设计跟刷出来的效果都比原本的那支睫毛膏更好，这样子根本就不用再刷睫毛膏了吧，超级夸张的。那一边 Kate 这个真的就是睫毛膏，而且它是这种双梳的，一边大梳一边小梳，而且它还是粉红色的，好笑哦。你看它就是把你的睫毛像梳头发这样子一根一根的梳开耶，可是与其说它是睫毛膏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染睫毛膏耶，因为它刷上去我没有感觉它让我的睫毛有变浓或者是变长之类的，我只感觉它帮我的睫毛涂了一层颜色变成粉红色这样子而已。而且有一点尴尬的是，我觉得它的膏体因为很湿，感觉涂上去把我的那个睫毛有点垂下来。不是吧，我又误会它了吗？它是染色而已吗？我真的太害怕我会误会人家了。它的品名叫做根根分明双梳睫毛膏，没错吧，它不是一个染色用的东西。那这样子就不对啦，我刷完之后我的睫毛居然塌下来，它没有起到睫毛膏定型的作用。如果说我刷在这边有这个底膏的部分来试试看好不好，把它当作一个染色。如果啦你的睫毛底下已经有刷好了，再搭配这样子的齿梳下去，这样梳的时候其实不太好梳，会 KK 的，就你要用你原本干净的睫毛这样下去梳，它才会是很滑顺的，下面有别的膏在了，反而会这样子一坨一坨的。哦，我这边现在睫毛整个塌下去耶，而且，我到现在刷了这么久，它还没干呢，它还在我手上染到粉红色，它是要多久才会干呢？它真的太湿了。那我现在想办法补救我的睫毛，可是它已经
结成一块一块的，超丑的。我本来其实还蛮期待那个双梳睫毛膏，还好还要准备一个这个睫毛底膏。哇，这个睫毛底膏的这个形状真的做得太好了，它这个弧度真的是做得超厉害，你看进去就是完全贴合我的眼睛，连我这么下垂它都可以这样直接贴进去，好厉害。下睫毛也是这样子随便刷一下就刷到，哇真的设计的很棒。最后是 Kate 怪兽级唇膏的三支新色，这支是104，感觉蛮好看的，但它里面是有带一点细细亮粉。怪兽级唇膏是真的可以买啦，但颜色就是挑你自己喜欢的。嗯，这个104号可以耶，我觉得它比较偏向粉一点点的奶茶弱，然后是很低调又会显气色的那一种。用手弄的这支晕染刷晕一下边边，它的亮粉其实也不明显耶，几乎是看不到的，就是你看这个膏体里面是有，但涂出来其实没有。这颜色很好看的104，感觉它这次出的新色有比较实用一点哦，这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颜色，它比刚刚那个颜色会更适合皮肤健康一点的朋友，因为它比较红润啦，显得气色会比较好，而且它这个颜色会显白，看牙齿这是特别的亮白出来。最后是106，这个颜色就真的是很奇葩了，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紫，而且里面有带亮粉，不过因为它透明度高，搞不好涂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。这个颜色其实蛮特别的，它一涂上去你会觉得好像是不可驾驭的，可是它跟你的唇色稍微融入了之后呢，它会变成一个有点像是玫瑰粉，但因为它上面会有一种粉紫色的偏光感，那种亮片感，有一点点梦幻一点点奇幻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是那种特别的场合可以涂的颜色，就例如说圣诞节啊，跨年你要去开派对啊，你想你的妆容有一点特别之处，但是你又不想要太浮夸，确实擦在手上你会觉得哎呦这是什么颜色，可是擦在嘴巴上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哇这次我觉得三个颜色都不错，就是这个紫色让人蛮惊艳的，不然有时候彩妆品也是不可貌相的。我今天的主题本来是想要挖掘高 CP 值好物嘛，结果今天开箱下来呢，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小翻车，当然也是有令人惊艳的好东西，但是呢好像雷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偏多，就是寻找好物顺便避雷咯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哦，拜拜。